Hello， 欢迎你们。不行，好吧，就是这么的好说话。换包有打开吗？口罩，这是必备的嘛。我比较喜欢到哪都戴个口罩，像这种贴啊，便利贴，然后这种笔就是在现场或者看剧本的时候，你可以写几集几场，然后把重点贴在上面，然后这个可以写一些备注，剧本上面备注，然后贴在那一页，这个也是必备的。眼药水就是会眼睛干涩的时候会滴，会拍戏的时候会很累，就是还有镜子，镜子就大家都能理解，女生镜子嘛。啊，包里还会，我一直会带妮维雅美白身体乳，它这个是维 C 大白瓶，我特别特别喜欢，因为尤其冬天很干燥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它拿出来随身涂啊，24小时都可以涂。对，然后它其实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会美白效果还蛮明显的，对，但是要连续用大概14天的时间，反正大概我的包包里面就是这些了，没有任何东西了。开包结束。我们下次抓包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